今天妈叫我做这个鱼。我看。你今天第一次见我，我超紧张的。采访图我都忘了放在哪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你的电话，是闹钟忘记关了。这个声音能做闹钟啊？我就一定被吵醒了。爸，要不要我帮你设定？啊？你也开始老花了。我先帮你把字放大。